今次介绍呢间男人唔明嘅浪漫，位于亚他文，就系一无所知、戆狗狗、生勾勾嘅鱼生啦。呢间嘢除咗鱼生之外，其实都有啲熊熊烈火、百度高温嘅嘢食嘅。不过我唔系浪子，所以我都系点翻啲戆狗狗、生勾勾嘅鱼生，有呢行寿司。同埋一碗鱼生饭。讲翻呢间餐厅，其实佢性价比真系奇高噶。最紧要系咩啊？最紧要系鱼有鱼味，饭有饭味。我相信浪子嚟到食翻旧寿司之后，都会放低杯啤酒，整熄支烟，喝翻啖萨克噶。咁样仲唔系浪子回头？如果你听我废噏到呢度都唔明我讲乜嘅话，咁你自己 Google 男人的浪漫豆腐火腩饭，可能你会明我讲乜噶啦。最后介绍多样嘢，佢嘅炸蚝经过漫长嘅历练，都非常咁浪漫噶。如果想睇我下一条片，记得 subscribe 我呢个 channel， 揿埋个铃铃，咁就唔会错过下一条片啦。